浸咗六个钟嘅水，已经咧开大咗好多啦。如果想啲百合开得更加快咧，就可以将佢哋浸喺温水，大概系40几度嘅温水啦，咁啲花就会开得更加快噶啦。睇下啲百合都开到好大朵啦，但仍然咧系见唔到嗰个花粉噶，所以我好中意买呢种百合花噶。如果呢百合嗰啲花粉唔掹走去呢，就会整污糟朵花啦，或者揩到啲衫呢就係洗唔甩嘅。